原标题：新疆旧影。1986年，中巴边界塔什库尔干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。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、西北、西南、南，分别与塔吉克斯坦、阿富汗、巴基斯坦三国相连，东南和东部与叶城、沙车县相连，北与阿克陶县相连。中巴边界西起 5587.0 高地，东至喀纳昆仑山口，长599公里，一说为523公里，还有一说是482.7公里。这段边界是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克什米尔、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区相接壤的边界。中巴边界的我方一侧由西向东依次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、叶城县、皮山县。居住在边界我方一侧的主要为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塔吉克族，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中为主要人口。塔什库尔干在维吾尔语里意味石头城，因城北有古代石器城堡而得名。乌鲁木齐市，乌鲁木齐通称乌市，就称迪化，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。乌鲁木齐地处中国西北、新疆中部、天山北麓、亚欧大陆腹地，毗邻中亚各国，有亚星之都的称呼，是世界上最内陆、距离海洋和海岸线最远的大型城市。乌鲁木齐最初因清朝在新疆驻军而发展起来的一座城市，1763年清乾隆扩建筑城，改称迪化。1884年，迪化为新疆省省会，从此成为全疆的政治中心。1954年，迪化改称乌鲁木齐，蒙古语里意味优美的牧场。乌鲁木齐市北有准东油田，西有克拉玛依油田，南有塔里木油田，东有土哈油田，且地处准噶尔储煤带煤的中部，市辖区内煤炭储量就达100亿吨以上，主要分布在亚马里克山、水磨沟、芦草沟等的，约占全疆总储量的四分之一，故乌鲁木齐又被称为煤海上的城市。喀什地区，喀什位于新疆西南部，东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，南依喀拉昆仑山，西藏阿里地区北临，西靠帕米尔高原，东北与阿克苏地区和平县、阿尔提县相连，西北与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的阿图什市、乌恰县、阿克陶县相连，东南与和田地区皮山县相连。喀什地区的西南部与三个国家接壤，西部与塔吉克斯坦相连，西南与阿富汗、巴基斯坦接壤，边境线长388千米，全地区东西宽约750千米，南北长535千米，总面积 11,794.03 平方千米。喀什是维吾尔语喀什噶尔的简称，其语言有突厥语、古伊斯兰语、波斯语等融合演变而成，含义有玉石集中之的、各色砖房、初创等不同的解释。新疆旧影，1986年，摄影 John Mar 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